大人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快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哦。好，到了。那个是我的画舫吗？嗯，我请了碧云县最好的工匠连日修缮的。大人，怎么了？大人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，按碧云县最高的标准来。你这个人吧，虽然老是臭着一张脸，但是对我是真的好。光天化月，成何体统啊？我这不是怕事做梦吗？睡醒你就不在了。船是你的，钱也是你的，那你也是我的。